六个背景各异的篮球爱好者带着我们的任务，共同踏上穿越中国的真我篮球之旅。旅途中，他们将探索到不同的篮球文化，各自的故事，未知的挑战和最真实的自己。雪碧真我篮球六人行，第一站，天津。1896年，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篮球赛在这儿举行。刘晓明，身高183公分，北京理工大学主力得分后卫。我来参加这次活动呢，就是为了跟全国各地的篮球朋友切磋一下篮球技术，感受一下不同地方的篮球文化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林，来自北京。之前呢，我非常喜欢打篮球，现在呢，工作也没有什么机会了。这次呢，我请了所有的年假都压在这次活动上，就当自己解脱和放松一下自己。我呢，打球比较喜欢指手画脚，如果有什么得罪大家呢，请大家多多担待。很高兴认识大家。我来自四川成都，然后我来参加这个雪碧六人行中国的活动呢，然后最主要就是为了出来玩一下，躲一下我女朋友。我叫王金史，来自福建。这次请了20多天的假来参加这个活动，浪费了一个很好的实习机会，是因为我觉得篮球是我唯一的爱好。这次来参加这个雪碧的活动，就是为了，没说完了。好，欢迎你。大家好，我叫林明，这次来参加这活动，就是为了赢得比赛。打球就得拼，就得玩命。就这样。我叫陈浩峰，我就喜欢打篮球，在篮球世界里，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别看我个子小，但没几个人能防得住我的。这次来这个活动嘛，就是想到全国走走，看能不能碰到对手。这是107啊，找好自己房间啊，我在108啊。哎，我这儿收了一个他们邮件。是今天咱们可能是第一场比赛了，咱们5:45出发，然后我去告诉一下他们几个，好吧？开一下门。还有一个和谁打是吧？和谁打咱们还不确定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收到他们邮件了。强吧？应该很强吧？那好的呀。啊，那肯定行。过一会儿找我去啊。好好好。心里还是有点小紧张，小紧张。高啊，他越高我越不怕。这边哎，哦，室内的，室内的。现在告诉我，现在不会的。跟谁打？咱们对手，现在不知道情况了。哎，好，马上。我都不用上场去了。你现在就做那种操的。没有错，定音乐啊。要尽全力，一分都别得。再来一下，来，干起来好啊！来，一二三，雪碧必胜！一二三，雪碧必胜！没事，他也有动作，没事，你先下，你先歇一会儿，冷静点，歇
故意，绝对不是故意。所以我刚看看他那个态度，看了吗？吓到了。没事，该立着立着了，没事。以后打字行不行？哎，没事，记得啊。干嘛？哎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哎，不，没什么别的。老实，我就告诉他怎么做人得。要不然你不要拍我呀。连防车的移动怎么样？先怎么打呀？一球，丢！先到，那还是球都输了。哎，怎么打着？没动，咱们联防防守啊，应该，尤其是联防的时候，漏洞很多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不过毕竟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打。原来他们来了，就是我跟他打个赌，你们要赢了，我们就请你们吃饭。但是你们要输了，你们请吃饭。今天晚上呢，他们输了。你这运球啊，这样八字的，属于这种花式那个球的。对了，你这是只是去运球，只是运球呢，传球也比较少，突破也比较少。投篮呢，腕子不要紧张，要放松，还要加速，唰这一下唰。户外这个词儿呢，不只是年轻人的这个时髦化，但是作为我们这岁数大一点的也是一样。兄弟们，来，咱们把钱凑一下，结一下账吧。现实太残酷了。没事，就当你交学费算了。在最悠久的篮球城市，领教了最年长的球队之一，下一站又将是怎样的挑战？下周《正午篮球六人行》见分晓。